咪听出意由呢？其实著名作曲人兼监制咳森风曾经是多个歌唱大赛冠军，2011年以组合高登身份出道，多年嚟一直喺幕前幕后弹入弹出，唔知佢 enjoy 边个身份多啲咧？我中意唱歌，一定嘅，但系我亦都唔系太，我麻麻地表演，呢个都系真嘅。咁所以如果可以喺幕后嗰度唱下歌，咁唱下啲和音，跟住可能喺啲 show 嘅 band 里边去都系唱和音，咁变咗个感觉就会好自然。不是咁一個啊，好似我係一個 spotlight， 要好似係一個中心點咁樣，冇咁。我會想像啦，如果我係單頭咧，咁我就會係嗰、那個喺 grad dinner 裏邊著住短褲嗰個人。我甚至乎嗰個形式會更加難稱添啊！但係咧，而家好似做幕前有一個比較舒適嘅渠道，就係未必要好。好有公司啊，或者係將首歌擺上去，或者 upload 上去唔同嘅音樂媒體裏面咧，係相對容易嘅。咁可能你唔使出樣，或者出幅圖，跟住畫下公仔，跟住出下個 lyrics video， 咁已經可以出歌。音樂路上除咗伯樂 Edward Chan， 咳神又最想多謝邊位呢？阿 K 就係因為我簽我嘅。第一間即係唯一一間經理人公司嘅時候，即係高登啦嗰間公司嘅時候，咁佢我師姐啦，咁亦都開始我嘅幕後嗰條路，就係第一首歌就賣俾佢就係十七度啦。其實我喺簽入去公司之前嗰年已經係。跟他傾過偈，因為參加啲電子琴嘅歌唱比賽，咁就認識咗佢喺嗰個時代廣場嘅後台，其實係講緊出邊啊露天裏邊，去同佢傾咗個幾鐘頭偈，我記得係。可能大家對於音樂嘅睇法都好相近啦，咁所以其實喺嗰度其實已經係建立咗一種緣分。咁坤哥簡直係一個大前輩啦，係咪？帶我入行，睇住我大噶啦，咁所以佢成日嚟屋企嘅，喺一段期間裏邊，好多好多佢想 cover 嘅歌，佢都會預埋我一份啦。咁喺大家心目中，可能我哋都好似成個孖住一齊咁樣，個冷氣機嘅嘈嘅，共共聲嘅，跟住我哋如果要錄一啲比較靜態啲嘅 cover， 因為咁所以咧，成日都要。熄咗個冷氣，一去到夏天嘅時候咧，就知道味道啦，係完全冇辦法集中到，因為你好似喺個焗爐裏面焗緊桑拿咁樣去唱歌。有一次我記得係連埋啊 Nick 吹啊，連埋啊 Bass 阿偉啊，咁我哋喺同一個空間裏面咧，大家四個男人咁樣，咁焗住卅幾度咁樣去完成一首。好似叫與生死嘅歌係啦 ，Super Star 嘅，我係 guilty 嘅，係啊，我係即係要最後係，喂、哎，我請食炸比，唔好意思啊，大家辛苦曬咁樣。講到呢度，不如等咳神代坤哥找數，唱出拖足三年嘅《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歲》先啦。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歲。连夺三年叱咤乐坛作曲人大奖，咳神去年帮伊顿吕爵安打造嘅《伊先生连环不幸事件》仲 hit 爆全港添啊！估唔估到佢系一首街知巷闻嘅歌呢？如果做得一首比较商业嘅慢歌嚟讲，要对佢完全冇期望，当佢一首 side cut 咧，咁就呃你嘅。咁但系要点样计算先可以令到佢？成為一首真係通天嘅歌咧，亦都真係好難。咁只可以話係正所謂歌有歌運，人有人運，人運亦運。
以我傳我，咁底下咧就將呢首依個伊先生啊傳開去啦。而我哋可能好似有個 WhatsApp group 嘅，亦都係 keep 住啊呢句是一粒，我係想抹走嘅，最後係抹甩咗嘅，就係、是、原本幫佢吸翻啖氣咁樣。Mo Eaton 佢哋某程度上係一個效應啦。咁究竟嗰個係曼德拉效應定係蝴蝶效應咧？咁我覺得可能係比較係蝴蝶效應嘅。張圖咁樣可能拍下翼咁樣就好犀利嘅，成個世界第二日唔同咗啦，可以係啊。咁但係佢哋仲要有12对翼喎，12对翼，咁可想而知嗰個效應可以幾犀利。從 K 哥、坤哥到伊先生，吉神譜出無數動人旋律。原來他作曲時喜歡隨意填英文或者日文單字，有幾得意喎。Baby, tell me what do you want in your heart? Baby, you've been stealing my heart. You were beating to me, I was beating to you. That we will be.除了作曲有特殊癖好，吉神連上頒獎台都有一份堅持㗎。某年啦嘅頒獎禮咧，我係自己一個坐嘅，咁冇人幫我看嘢啦。咁我當然對於自己嘅背囊係好珍而重之啦。咁啊 ，Edward 送俾我嘅，當時就係一個比較鮮豔啲顏色啦，熒光黃啊、熒光綠啊嘅顏色啦，係啦。咁我就。因為咁樣我又想孭咗上去啦，咁啊順便又睇下個獎啊擺唔擺得入嗰個背囊嗰度啦。咁因為咁樣樣咧，好似上咗新聞啊，好似上咗啲即係唔係體育新聞，即係娛樂新聞啊。因為有坤哥咁樣樣，係啦，咁一齊攞獎咁樣樣，咁所以就由嗰個開始就變成為大家對於我嘅一個形象咯。吉神认为监制的职责是帮歌手助攻，希望他们入翻球靓波，而他心目中的神射手就是这个真的坤哥，不是这个一想就想到了，因为他唱10个 session 都是这样的，他很稳定 的即是他差不多一来到就知道发生的什么事，很快，还有很多都是副题。歌手、作曲人和監製三合一，理性與感性的交織，令吉神最近陷入情緒迷宮啊！有陣時係要可能同 Edward 合監嗰啲咧，我係要啊唔好意思啊 Edward， 我出去先，你幫我頂下先咁樣樣。咁但係我覺得依個狀態應該唔會維持太耐，都希望可以好快咁樣調整到自己嘅心態咯。咁但係作為一個又唱歌又做監製嘅人，可能呢啲咁樣嘅一啲波動就會教曉我點樣去更加強烈地控制到自己嘅唔同嘅反應咯。因為你一定你寫歌又要有感受，你冇感受冇感情，你又寫唔到歌。但係當你要好理性地去指出嗰個歌手有啲咩做得好嘅時候，你又唔可以。沉澱曬喺嗰個歌詞嘅世界裏邊，翻唔到出嚟。如果唔係你係唔知道歌手唱緊啲乜嘢嘅時候咧，咁係有啲弊嘅。咁所以依個係近排我今年嘅一個課題咯。每個人生階段都有唔同嘅課題要學習，希望音樂可以踏遍星塵來治癒吉神嘅情緒困擾啦。